叫楚楚，楚楚动人的楚楚。楚楚出自仵作世家，经常用一些不同寻常却有奇效的法子。这个仵作绝对能让你眼前一亮。你这是在研究入殓？你就是那个安郡王小金鱼？放肆，不得胡言乱语。你尽快仔细地去查验他的尸体。死者不男不女。什么宝贝包这么严实？又不是没见过尸体。锦衣日日在我眼前晃。你身上血啊？还是当牛做马吧。好什么好，你皮那么厚，两下怎么了？他是看上我了，想抢我回去给他当媳妇。真拿你没办，我又不舒服了。他护起王爷来是什么样子你可是见过的。我太难了。黄鼠狼给七百年。黄鼠狼长得好看，会断案子，还肯招女人当仵作。干嘛呢？一两句说不清楚。怎么回回什么事儿都说不清楚？你长个舌头是用来拌饭的吗？不许占我妹妹便宜！我没管你妹妹占我弟弟便宜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是叫我滚蛋吗？